一大早，台中敬思堂感恩厅里聚集了来自台中各地的志工，大家分工合作来准备社区岁末祝福的结缘品。今天回娘家，妈妈就来这里打包，觉得很充实、快乐。希望他能像熟悉人这样那么乖巧了，讲话都有听。 就读小学的诗晴利用休假跟外婆一起来参与，还有这位慈济会员陈女士也是一大早就来报到。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，然后先前在那个大爱台里面就有看到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好高兴，这一次可以参加。将近200位志工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，完成2万多个结缘品的包装工作。准备这个竹筒，里面有3包骨粉啊。 来参加岁末祝福的会众就可以领一份回去。小朋友也可以领到迷你版的竹筒，相当可爱别致。社区岁末祝福即将展开，邀请大家一同来参与，汇集善念，共聚福缘。大爱新闻张国端、欧阳光辉台中报道。